哥啊，啊人要甲你裁，啊你又唔下手，你甲看你这只手哦，用命搏断去啊！万岁啊，你就是犯了偷花劫啦！你要甲裁受伤的人哦，拢是查某的啦。啊无啊，查某是又搁安怎是？你敢唔是查某的生的吼？我唔是咧讲伊啦，也唔过吼，你若肯甲我讲话吼，算讲你甲我嘛假跑，我嘛算欢喜啊。你咧水面啊？系安尼啊。万岁，大王，你枪枪不要紧，看到你就已经好真济啊。这个房间就是太艰难，啊，咱足多人徛袂落去啊！吴大，行，快上车，行！公主，我陪你来去四处行行看看，好不？三分才来命，就要走。陆万岁，一来我奉你的命令保护皇上一下，二来你手受伤，跟我也无关系，我多留好点。到了。我就不是吐不会听我。
可是来真奇怪。你又爱伊，啊伊偏偏啊去爱伊，爱伊才搁爱伊，爱伊又敢若无爱伊，唉，奇怪了。伊来伊去，哎，谁呀？你咧讲啥？我拢听无呢。你讲咩事哦？你是啥物啊？才讲啊？才爱住你爱唔住？讲住住，讲住住，讲住就是你讲。你这个阿妹，你就是安尼哦，才饲袂大汉呐。我今仔乖大汉，那我若就算大汉，我嘛乖当什么感情？对哦。乖哦。哎，谁？你看，我头前有一大堆黄金来哦。哎，对嘞，一定是当官光做来啊！他那小伙，紧，赶紧来听老爹，赶完全过来，回事，但你这说的，娘，滚！阿爷完全不共戴天，你老通他没死，你若想要自杀，敢讲认真阿爷你无爱听原来。你也笑吗？你来就笑，你嘛是同款无得手啊！你是？你是我国的大公主，翠屏。哦，原来是翠屏公主。想袂到，北方竟然有一款这么水又搁这么温柔的查某囡仔。宗兴，哦，妹啊，宗兴，拄则我看到恁姑爹妈对袂拢声。北国的国主你要来？我都无闲，甲要靠妖伊，你无代无志，甲叫来这是要创啥？无闲，你敢会晓无闲别人的代志啦？我的仔，你一点拢无关心你舅阿姐，娘啊！莫哭啊啦，哭得那是无咧好咧。你敢知影讲我咧苦俭了钱，从细汉就辛辛苦苦把你饲到这大汉。除了天上的仙桃丸未到以外，我多一项无给你，你讲。有啊，有一项啊。有一项。无啊。吓。唔知囡仔，你可以要要偷摸？你到底是你介意着啥人？你讲。我介意住你咧。住你？哼，你是妙中的查某。我当众听家金老国讲，你是小叔叔。你哪样去台独无？我唔知。啊，你咪是台独十号啊？哎。无好大好事，你唔得讲你那娘了中。你怕嘛？你怕嘛？我跟你讲哦，你安那个阿爸哦，我来要抓住你啦！
我这次来也不抓住你啊，我也不爱抓，不要再老公困了。好啊，邻居仔讲我高片真黄哩，你就安尼甲我丈夫保啊。好，总讲我若要答应你，两公人治好了后，咱就要做回来去长安啊。啊，迄个查某嘛爱做回来苗疆啊，你那我做人拖伊。那我有车助理去长安佚佗，啊，人家张大哥嘛答应讲要甲我斗三工啊。真是。嘿啊。嗯，只要伊若会当来长安。爸都跟你倒啥当讲起来哦，爸等一下等一下有什么代志，你就坦白讲，唔免冤枉我。大同的兵马已经登了中原，我听讲。听讲什么？东王已经命路途，抓到路啊！不要嘞！不要嘞！你是要从什么？我袂怪你将东王领走，跟老公拢抬死。
开心，林家亲。你放心，你放心，到大新屋那边。我不听，我亲目睭看。也是我甲翠屏公主讲，大郎，老将，老将，老将，哇，那这水的物件。红药渐渐堕落，公主进宫去，是多想想将我贵妇来接等你的啊！我家在要出嫁啊，翠屏姐姐，你今麦人伫倒位啊？那不赶紧倒转来呐？什么？你要去中原？不对，顺便要嫁红药汤，我得赶快去，去那边报销。杀死刘通，你若请点菜，你倒在面前，解决堕落的事。我们赶去，替我那爹报仇，杀死刘通。你若请点菜，你倒在面前。多了谁？混蛋！你怎么没让你走？Oh.
拢是天边海角，我还要永远跌在你的身躯边。袂晓嘞。